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You try to ride the course before I call time. I'll try one of your courses. Wonderful. Get your horse and I'll set up the stakes. You make time. I'll throw in some of the dress money Father gave me. Consider it a donation to the Inquisition. Ah, 我的马上是了。对，我记得应该是 L1。来叫一下。道路是什么？开始。咦，接下来的路嘞？从这里吗？没有，怎么会这样？啊，他要穿过木棒中间才算有通过那个点，好吧，再比一次。来得及吗？这样时间掉得有点快。差一点。Nicely done. Fancy another race? 好啊，再一场。Set up the next course. Great. Go get mounted. I'll put up the stakes straight away.哇，这么有利好。哇哦，好像用 R 操纵转弯会比较好转。这下来时间比较多。Nicely done. Fancy another race? 还有啊。Set up the next course. Great. 这该不会是那种无限的任务吧？
欸，马上冲不快，不用走的，没有跑。啊，有了，有开始跑了。刚刚怪怪的。这好像很长哦。应该快到了吧，I'll be damned. You've mastered every course I set up. 啊，比完了。Solas, did you ever consider reforming the circle from within?You have both knowledge and wisdom. You c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ce. I admire your optimism. But ask yourself honestly how the Templars would have reacted. You fear they would have made you tranquil. 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My studies threaten established ideas.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tolerated. I suppose you are right. Repairing the damage done will take great effort. That was some riding. Hey!西安娜，你插什么嘴啊？啊，索拉斯的话没有听完了，索拉斯就不讲了。显示符号他还在讲话，可是他讲了好多，可恶。那我们去做接下来。的一些东西吗？上一次我们已经跟这边的那个农田的人全部都讲完话了，有不少要求。先去把这个任务接起来好了。如果任务接起来，再一起去走，不用一直重复走。诶，这个不是刚刚就已经完成了吗？再跳一次。bug 哦。看能不能把它消掉。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了吧。还是有。
看两个任务看看。 没有，哎，好吧，先接一下。尸体上发现的笔记，伯格列特，一定有那个价值。担心过头了。我曾看过你打猎的样子，你的弓术就像造物主和安卓斯特美丽的胸部一样。世界上不存在你挥下斧头后还能呼吸的东西。 相信我，收集足够的熊掌后，我们两个都会变富有，但是要大的，真正巨大的才行。不要一脸像小狗一样悲伤的表情，带着小熊的熊爪回来哦。想象一下，红牙的女孩们拜倒在你的技术下的样子，伯格列特，朋友啊，你的技术是很好的。 好到能够杀三只巨大的熊，将熊爪带回来。你带熊掌回来，就能抱女人了。加油，带爪子回来哦，杰西卡。哇，这感觉超可疑的耶！朋友，我们就是怂恿他，让自己有钱赚的感觉。我。 在尸体上的话，那他应该是死掉了，否则他就应该是被熊打死。看起来这里没有藏些什么。 我先把裂口清掉好了，这裂口有点近。哎，等等，怎么掉我？啊，死掉了！<笑> 队友全部都卡在上面哦，搞什么啊？他们不是拥有瞬移的能力吗？哦，哎，这个凯恩拿的剑好帅啊！ 装备好帅哦，这是我上次帮他换的吧？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样子。这套装甲我喜欢，来帮他们点一下技能好，我刚有看到他们的技能闪烁。卡珊德拉的话，受伤会增加体力，周围防御，没有两个近战，那招比较不需要。 盾牌猛击，点其他的好了。这个我忘记了，它是什么样的技能？ 会比较像是一些辅助效果的技能，我还是点这个好了，就是守护者。
点个途径记吧。卡兰德拉，我经常觉得他还有点慢，点个途径记。管理课的话，都是脱逃。击中，越是击中攻击力会越高。啊，这个好了。然后索拉斯的话，解除魔法效果。或者是增加屏障。复活的加强，我增加屏障，让我们更硬、更难打。大家都下来了吗？索拉塞没？啊，准备，再一次。被冲了，这边呢攻击力就低很多，连100都不到。金融裂口，这应该可以很轻松赢得了。果然是走不出来了。我把你先秒掉，减少一只是一只。哇！走开！我看用火焰的恐惧可以断他招。没有办法开裂口啊！你觉得吗？你觉得？泰达的恋人，终于要告诉我那个泰达是在写什么了吗？德涅特，我不在意这是不是作为农地最棒的土地。农民记得以前的方法和以前的血，我们尊重他们的说法，就像是尊重你以前将提铁变成钱，偷偷将它当做护身符藏在马鞍下一样。农民如果说要保留那棵树，称颂泰达的叶尔恋人，那就这么办。不管那个土地失去了什么，我们都可以获得羁绊。我回来的时候，那棵树不见了。你和布朗说像是被暴风吹倒之类的敷衍过去的话，我就从西安娜那边问出真相。这样的话，你就要去你最爱的满屋睡觉喽，包含着爱，艾蕾伊娜。
这个人不能讲话。泰文特大帝国，不论好不好，泰文特大帝国都在色达斯大陆的历史上刻上一笔。旧大帝国街道在色达斯大部分地方还在使用。大帝国的荣光衰弱的很久以后，泰文特要塞的遗迹和魔法研究中心地，到现在还在污染土地的景观。然而，古代帝国的影响不只有这样。没有泰文特人的话，就没有光明，没有安卓斯特，也没有教会吧。没有大帝国，就没有现在的世界。虽然大帝国的权力和威严衰弱了，有了在色达斯范围外的国家，还是不会忘记它的存在。色达斯出生的人们都听着泰文特的故事长大，有关于衰弱的国家或执政官和宫廷贤者的支配的故事。他们的教会和我们类似，从米拉陶斯的法师之环中的男性选出黑教皇。魔法是为了人类存在，不是用来支配人类。他们亵渎了这个造物主最神圣的教诲。大帝国的魔法师将出任教皇作为神圣的职责，为此动用政治力量也不怕。然而更悲剧的是让神圣的安卓斯特流泪。大帝国建立在奴隶制上，大部分的国家禁止国内的奴隶买卖，坏人们就改将精灵奴隶卖给大帝国。奴隶们被派去跟库纳利族打战，被派去矿山或采石场当劳工，甚至是建造贤者的宫殿，清理崩坏的道路，掀翻垃圾山和给监视的法师当消遣。来自教会学者、修女贝图林住漆黑的都市、黑的教皇、泰文特大帝国的研究。有一条小河哎，这什么？配送失败。完成了，我以为还要拿去归还耶。原来我们看到那个配送失败的时候，不是想说
我要帮那个施主们的东西拿回去，而是哇，有东西配送失败，审问会赶快去讲。对啊，这样任务就完成了。对，视野是不错。建一个监视塔。One down。我先走这边好了。哦，发现一个营地。在被放弃的营地发现了信，来这里，我的爱人，梦引导你到这里了。然后现在，我将这些话用你的手写下，让你起来时能够读。再一下下，我希望你来石夫人站立的丘陵的树这里，带着费兰德里斯过来，让我明白那是你，这样终于可以永远两个人在一起了。这个费兰德里斯不晓得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两个人就能永远在一起，可能要等我找到那个东西才知道啊。宝箱，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见，拜拜。